各位正在收看的是非常六加一，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非常六加一的关注和关心啊！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、梦想或者愿望的话呢，可以发送短信给我们。全国的手机用户呢，编辑短信发送到10669999081，10669999081，说不定呢，我就能帮到你的忙。在这里要感谢金立手机对本节目的支持，再次感谢现场朋友的光临，谢谢你们。本环节呢是由罗西尼表业赞助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在电脑储存的电话当中啊，我们要随机挑选出10个号码，我要和他进行电话互动。来，电脑储备，准备，停。停。好了，这10位朋友，感谢你们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。稍后呢，我要打电话过去。但是呢，非常六加一的原则和游戏规则你们是非常清楚的。如果电话接通之后你们要不接听的话呢，或者是你们设置的彩铃在我们规定时间内你要不接听的话呢，你就和幸运擦肩而过了，幸运将回到我们现场朋友的头上。连线。第一通信息呢是来自内蒙古，手机尾号是4650。看了很张就是你。你好，时刻金蛋，你很幸运啊。来，先任你选择一个号码，几号？选6号吧。6号，来，自己来。恭喜罗西尼表一块送给你，谢谢，恭喜。连线。第二通信息的来自山西，手机尾号9859，他们全家都喜欢你，他想要一台电子琴。你想，无想不接啊，就轮我们大家伙了，两想。三响，哎，别那么做人要厚道啊。四响，停。就是您。哥们儿，你今年鸿运当头啊。来，对阳光麦讲，您要选几号金蛋？8号。来，恭喜罗西尼手表一块送给你，谢谢。再见。第三通信息来自吉林，手机尾号是7995，孩子快上幼儿园了，天天接送很不方便，需要一台电动自行车。地址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，我是李勇，你好吗？哎，你好。你好，请问怎么称呼？啊？请问怎么称呼？啊，我姓韩。小韩，你好。砸金蛋环节，看你有没有这份好运啊！1到10颗金蛋，序号1到10号，来选一颗。我选3。感谢你对非常六加一节目的支持，3号蛋砸开之后是一滩金花，没有问题，电动自行车由非常六加一送给你，我不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，那带孩子上学的时候注意安全，时间关系挂线了，再见。连线。山东，手机尾号是7568，山村教师希望得到一部数码照相机，把孩子们活泼可爱的每一瞬间给留住。李想。哎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六加一，我是李勇，你好吗？你好，勇哥，你好。客气，是在山东对不对？啊，对。请问你怎么称呼啊？我姓李啊。李老师。哎呀，对，一家的。啊，一家，500年街一个村啊。李老师你好，叫什么专业的？是那个小学教师。
是教什么的，李老师？啊，对，是教学的，对。您是教哪科的？哦，教数学，教数学，教数学。教数学的，教数学啊。对对对。好，那这样，希望有一款数码相机把孩子们活泼的那面留下来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李老师选择金蛋，十颗金蛋，序号一到十号，任选一颗金花四件数码相机。哦，选六号吧。六号被别人砸了。哦，那还有哪几个？哎呀，大多数都健在。哦，那选九号吧。林老师，非常抱歉，你对孩子们的一番苦心呢，我们是非常理解的哈。但是按照游戏规则的话，九号蛋砸开就是空蛋，所以说呢，你就和幸运擦肩而过了。但是你对孩子们这份爱心呢，非常值得我们钦佩。当然了，这只是一个电话互动游戏，有机会我们再这个进一步的沟通。那希望你能多保重身体，好吗？好，今天关机挂线了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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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贵州。手机尾号3181，一响。喂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6+1，我是李勇。你好。你好。林哥，你好。客气，请问你怎么称呼？我姓郑。姓郑，郑女士。哎，对。郑女士想希望送你老公一款 GPS 导航仪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对。你老公是不是老迷路啊？不是，因为他经常出差，因为经常出差找不着路，对不对？回不了家，你很担心郑女士是吧？好，那十颗金蛋需要一到十号，任意选择一个号码，金花四件 GPS。啊，我选十号吧。好，郑女士，恭喜十号蛋砸开之后是金花四件，感谢你对非常6+1节目的支持。那今天由非常6+1送给你，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。老公经常出差，请注意交通安全。再见。好，谢谢啊。再见。广东，手机尾号2216。刘德华告诉他，要爱你一万年。没有钱买全栋洗衣机不要紧，因为有林忆莲，他告诉我至少还有你。爱你一万年。喂，你好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非常6+1，我是李勇。你好。啊，你好，勇哥。客气，请问怎么称呼？啊，姓邓。邓先生，刘德华告诉你爱你一万年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了。林忆莲告诉你至少还有你，对不对？啊。邓先生，那需要一款全自动洗衣机。现在呢，十颗金蛋，序号一到十号，目前健在的金蛋有1、2、4、5、7。七。七，选七，对不对？啊，对。好，感谢你对非常6+1节目的支持。七号蛋砸开之后，金花四件没有问题，全自动洗衣机的由非常6+1送给你，我们会随时跟你保持电话联系的。那时间关系，我们就挂线了，再见。客气，连线。湖南，手机尾号2237。他要一张福州到北京的往返机票，福州到北京。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女朋友。一二张，九四，一。来呀！来，对着亚红的麦说一下，你想选几号蛋？选五号。五号，来。恭喜罗西尼手表一块送给你，谢谢。在这里要感谢罗西尼表业对本环节的支持啊！来，连线。
信息来自河南，手机尾号是0623，她是一位家庭主妇，她婆婆有颈肩痛。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加油！六、四、一。小心路滑，三选一，来告诉我们几号。一号。你这么低，你不选低的，选高的。你看看，我说晚了一句吧。感谢你帮助我们排除了一个空弹。连线，信息来自辽宁，手机尾号6083，装修工人，因为工作需要。一台笔记本电脑。心里好期待，白马王子走过来，给我一点爱，别让我等待，再让我一起。时间到，走。六、四、一。感谢光临非常六加一，来二选一，二号四号选择一个号码。二号。啊？二号。恭喜罗西金手表一块送给你，谢谢。最后一个金蛋连线。她和她老公结婚两年，使尽全身力气买了套房。张，六、四、零。兄弟，啥也别说了，最后一颗了，砸吧！罗奇尼手表送给你，谢谢，客气。那本环节呢，感谢罗西尼表业的大力支持。那由于时间关系呢，我们杂谈就告一段落了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、梦想或者愿望的话呢，可以发送短信给我们，全国的手机用户编辑短信发送到10669999081，说不定呢，我们就能帮到你的忙。非常六加一，精彩还在后面，不要走开。再次感谢现场朋友的光临，谢谢你们。今天依然有我们的主人公登上非常六加一的梦想舞台，来圆自己的才艺梦啊！他们都是什么样的性格，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才艺呢？我们首先呢，先来介绍一下一号。这一号啊，听起来老吓人了哈。一号是一个组合，叫小虎队。来，现在我们掌声请出一号小虎队。Thank you.
欢迎小虎队来到非常六加一，来来来来来来来。如果我刚才没理解错的话，你们第一个动作转着圈是在做自我介绍是吧？嗯，对。比周杰伦口齿还不太清楚。来，现在踏踏实实的来做一下自我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虎队中的郑峰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虎中的郑奇威，我们俩双胞胎。你是小虎中的？小虎队中的。啊啊。我是他弟弟，他是我哥哥，我们是双胞胎。双胞胎，双胞胎在一块儿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虎队的贾浩轩，我是他俩的哥哥。你们这叫盗版。我们那可是正版。人家小虎队叫三人叫什么名字？吴奇隆、陈志鹏、苏有朋，你们这盗版，你们名儿都不一样，还小虎队呢。我们是真的。对。你而且人家三个人各长各的样，都不是一个妈生的。你看你俩长得多像，小他们是老虎队，我们是小虎队。说说凭什么就这个组合凭什么就叫小虎队呀、啊？因为今年我们那个我们是属虎的，我们是我们的本命年。不信您看这个。这都是属虎的啊，对，所以组合起来叫小虎队啊。今年是虎年，属相都是属虎的，组成了小虎队。可见呢，这个组合呢，它的时间并不长，而且啊，这个组合在一块儿，据我了解。也不是很顺利。三个小家伙在本命年的一开始就做了一件大事，他们的组合诞生了，名字就叫小虎队。摇摆，你们唱张月，升高点了，也高点点，啦啦啦啦。您可别以为这三个小家伙只是心血来潮看个热闹，为了对得起小虎队这个响亮的名字，他们可是每天对着录像反复研究。你瞧这中间这个霹雳虎唱又长得又帅，唱的又这里面这三个人里面最好的一个。我也这么觉得，就 solo 吧，太酷了。哇塞霹雳那么牛，咱也这么好那多好啊。对，一看组成小虎队的愿望是相同的，但在有一件事上，三个人却各自都有自己的小算盘。那你们知不知道小虎队的三个成员还有什么名字？啊，有，关关虎、小帅虎还有霹雳虎。对，你们仨怎么办？谁当什么？分一分吧。我当霹雳虎。啪一下霹雳虎，你这胖劲儿一，你也不咋地，那么矮呀、啊？那你算也长好了是吧？垃圾啊，垃圾！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争了半天了啊，争来争去，最后谁来当霹雳虎啊？我们还没分出来呢，让您评评我们谁当吧。让我评评？为什么让我评呢？因为我们啥都不服，都就服您，就服我。啊，那我当霹雳虎。哪啊？凭什么你们要争着要当霹雳虎啊？为什么？因为霹雳虎很酷，不是爱笑，很酷。不像某些人整天呲牙咧着嘴，多傻呀！尖尖，这小胖，啊，你为什么想当霹雳虎？反正他俩想当，我也想当。他俩想当，你也想当。嗯。那当霹雳虎，你们都有什么优势吗？跟大家说说。我会跆拳道。我也会。你也会跆拳道啊？因为吴奇隆会跆拳道啊。对，那你来给我们来跆拳道。
喊有什么用、啊？你不喊一个，我你打断我看看。哟呵，隔着，前面没练，后面练了哈、啊，内功这还是哈、啊。等会儿，别三块了，就一块就行。您还留着是吗？我留一块做个纪念，我挡着。来，先放下吧。就是跆拳道，劈板这就是功力的体现。啊啊。这练多长时间了？你们？两年。啊啊。就劈板。啊。你给我拿着。啊。拿好了。你们俩劳动，把这板收拾到下面去。两年。我两年十块板，我告诉你，而且九块板都好了，最后一块裂了。小胖，你瞧人家跆拳道，两年，好几块板，啪啪的啊！你有啥能耐？要以技服人嘛。最终大家来表决一下，究竟谁能当霹雳虎？我会拉丁舞。你会拉丁舞？嗯。你一人跳还是请个舞伴跳？请个舞伴跳。豁出去了，小胖就豁出去了哈！来，总而言之，我挺好，好。你介绍一下你这舞伴呗？他是我的舞伴，他叫陈嘉义，也属虎。也属虎的。嗯。人家俩练跆拳道的，我看好像从说话当间呢，不大愿意带你玩，你跟他组合一个，那不行，那小虎队啊，也属虎的，那不行，小虎队仨人嘛，三个男生，而且都，你觉得女孩不合适吗？跟女孩玩没劲。来，姑娘，在正版的小虎队当中，你最喜欢谁？霹雳虎。霹雳虎哈，你觉得小胖他适合当霹雳虎？说实话，不像，他太胖了。人家还不愿意跟你玩呢。谢谢你啊，你很漂亮，谢谢。我们既然是一个组合嘛，既然是个组合，大家彼此就应该像兄弟一样。虽然组合的时间并不长，你们三位认为？你们彼此之间算好兄弟吗？算。怎么个好法？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我们要永远在一块儿不分开。我们要勇闯天涯。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永远不分开，勇闯天涯，吹吧你们就啊！他妈吹牛不纳税哈！我告诉大家一实情，仨人在屋里面一天都待不住。呀，导播。如果你仨今天想在一起住，给你们一次机会，但是，听着，但是，你们如果没有饭吃，饿着，不要给家长打电话。啊。如果你们仨闹起来、打起来，不要给我们打电话。我靠！你们自己解决。啊，行。好不好？行。好。
妈妈走了啊。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啊。再见，再见。耶！小心敲门！不过妈妈回来一定会表扬你们，地板擦的可真干净啊！瞧，裤子擦完了，又开始用手擦了。一二三，走！哎哎呦喂！笨呐！孩子，你信我？别减肥了啊！三个人倒是饿不着自己，中午看来要吃鸡蛋宴了。鸡蛋拿来了，来来，分鸡蛋，分鸡蛋，一人三个，一人三个。看架势，最像样的要数这个打鸡蛋的了。不够，不够，知道知道。好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好，够了。这就是三个人的午饭了，至于吗？瞧着哈喇子都流下来了。这是你的，你的，我的，然后呢，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，这个、给我，至于这个大鸡蛋呢，就给我，因为我最胖。你凭吃最多呀，多你呢。那你呢？我就说你，不是你吃。又是这么打成一团的收场了。准备鸡蛋，至于吗？打在一块儿，反正三儿碰一块儿就打打杀杀的哈。我们在沟通感情呢，这个对。特别崇拜小虎队是吧？嗯。还是吴奇隆都特想当霹雳虎。嗯。啊，如果吴奇隆突然出现在你们身边会什么感觉？哇，太激动了，我得高兴兴奋呢。你得激动的昏过去。嗯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吧。差不多哈。你好，吴奇隆。Hello， Leo， 你好。你好，吴奇隆，感谢你。这里正在播录制的是《非常六加一》，谢谢你接听我们的电话。我听说有小朋友他们很喜欢我们，然后我就打个电话过来。对，这三位小朋友啊，刚才打的一溜够啊，都想当霹雳虎，也就想都想当你吴奇隆啊。你们来分别跟吴哥吴奇隆哥哥说几句话。吴奇隆哥哥你好。你好你好，非常高兴。啊。能跟你通话。啊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郑奇威。为什么想当霹雳虎？嗯，因为霹雳虎啊，他很帅，然后很酷。他说你很帅很酷。谢谢谢谢。那你长得帅不帅？酷不酷啊？他长得可帅可酷了，他眼睛睁着和闭着基本上分不清楚。你笑了。该你了，小胖。那还有谁？还有一个小胖。太崇拜您了，我。哇塞，特想当您，然后就自己有点胖，然后减减肥就能当您了，是吗？那你得努力减肥才行啊，因为当霹雳虎要能翻跟斗啊。先减肥再翻跟斗。嗯，好，你好。大家好，吴奇隆哥哥好，我叫郑峰威。那你也想当霹雳虎啊？啊。仨霹雳虎。那你们三个都想当霹雳虎，那怎么办啊？最后决定我当霹雳虎。我看靠谱。开玩笑，我知道你在拍戏很忙哈。那吴奇隆能不能给三位小朋友一些鼓励呢？
好，那我希望你们三个除了要会唱歌、会跳舞、会表演之外，自己的功课学业也要照顾好。嗯，然后利用课余的时间再好好的把表演上面的事情再加油。嗯，谢谢，嗯，谢谢，谢谢吴奇隆哥哥呀，谢谢吴奇隆哥哥。好，吴奇隆，非常感谢你，非常感谢你对《非常六加一》的支持，那耽误你的时间了，谢谢你，我们就挂线了，再见。吴奇隆哥哥再见，好，再见，有机会来做客，再见。好，谢谢，好，再见。不光要唱歌跳舞，关键是要好好学习。啊，那接下来要送给大家什么才艺呢？我给街舞，展示一段街舞吧。街舞啊，我们在一块儿啊。盗版小虎队送给大家街舞秀。来出场的这位二号主人公啊，名字非常的有意思，叫冷艳。冷是冰冷的冷，艳是艳丽的艳。出场之前呢，我们透过一段微信来了解一下他。